我剛才講這個咩草呢，有龍蝦，真的有龍蝦的，有龍蝦，有些這假的蟹肉賣，這個部門呢就是壽司的東西來的。有生蠔啊，有啲青口啊，有乜數啊，有蠔啊，喂，呢啲 oyster 都唔貴啊，1.49一隻，呢隻呢就1.29一隻，呢隻又1.29。咁識食生蠔啲人就識得分佢個品種啊，又點樣有啲海水味啊，點點點啊。對於我嚟講，因為我係一個窮鬼啊，我唔識分嘅，淨係知道咦呢個係生蠔啊，哦幾好味啊，係咁嘅啫，真係好低能。好啦，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